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嗯，不好看。你又看不到，你说不好看。念青，你的眼睛没有办法治疗吗？嗯，没有，先天性的。啊，你这么希望我的眼睛治好吗？倒也没有啦。只不过你要是看到了我的样子，说不定就不会从了我呢。我知道你是漂亮女生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听出来的。嗯，不是哦，我是倾国倾城。你就这样想啊，如果我不是最美丽的，那我就是最可爱的；如果我不是最可爱的，那我就是最爱你。你这么说，我倒真的很想知道最爱我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哎，这个是眉毛，有点乱乱的，我平时都不太爱打理。这个呢是眼睛，眼睫毛熙熙攘攘的，然后眼睛比较爱流泪，但是我视力很好。这个是鼻子，小小的。喂，我得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需要退货的瑕疵。想退货？没门啊！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